天魔边境战事告急，奉城市家主口谕，特命太岳门石江任城市军需长副职，现三月内征集200,000年兽员，以资军需。啊！小姐，掌门要将您下嫁给太岳门的石江，您以后可怎么活呀？怎么会？石少侠，这次你可算是个大人物了，任何人都保不了你，除了我程一远。摆明是在威胁我。不好，石江有危险。你分明就是有私心，想利用权势逼迫石江娶你。利用权势有何不可？难道你想看着石江死吗？我会利用权势，但是我不会利用你。200,000年兽元的军需我来想办法，大家放心吧。我程家要权有权，要势有势，你石江能拿出什么与我交换？一个人，一个能够取代左家的人。